本节目由料食彩珍的纯真独家冠名播出，有跳跳糖的馋酸奶好吃到跳起来。本节目由宠胖胖 APP 联合赞助播出，宠咬扎堆就在宠胖胖 APP。 本节目官方指定作假由上汽大众提供，上官网领新春百亿红包发发发。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赞助播出，本节目由商业好眼光就用天眼查的天眼查 APP 赞助播出。掌声有请开心麻花，开心麻花，开心麻花，开心麻花。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，漂亮，按表走上了。喜剧的，喜剧是吗？是啊，是你们让我骗人的。给那些迷茫的人们讲解生命的真谛。大家好，我是郝建。词穷了。我们麻花现在快有20年了吧，15、16年了哈。就是我们的话剧你要到剧场能看到，我们的电影你要到电影院能看到。所以我想说，现在的观众希望看到开心麻花的一些开心的作品，那有什么途径呢？能坐在家里面，我觉得综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方式，可以坐在家里面看我们开心麻花，开心的笑。嗯，我们这个团综吧，把我们聚到一起，我们开心只是一方面。嗯，因为我们麻花一直有一个宗旨，就是让看到开心麻花和知道开心麻花的人打心里都开心。真的是希望给更多的人带来开心快乐，而且是更多的普通人。没错，师傅你也没事，我能行，加油师傅，行，再来，来，1、2、3、4，右腿。我可是你的粉丝，谢谢谢谢。看完您跳舞，我也是您的粉丝了。好了，我觉得这次这个麻花做了一个尝试，就是说让这么多素人重度的参与进来。嗯，啊，他不光是得到了笑，他自己也制造笑。小小少年，撒花儿。得骗子，你就真抽，你这样样，哎，哎呦，看一下，这一趴呀、是那个互联网的付费内容。观众看到的所有作品里面那些角色，其实跟我们本人不能说毫无关系啊，有一些相似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生活中还是另外一个样子，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最真实的一个状态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咱们也别在这儿聊了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家乡嘛，建设自己的家乡，乐观积极。将来有什么愿望吗？嗯，越来越好，尤其是你们来了更好。也祝你们越来越好。对，因为我是来自雷锋生前所在部队，继承和发扬雷锋精神是我义不容辞责任啊。然后我就加入了义工的队伍，我是制定了一个目标，叫擦遍全国，走向世界。当兵的值得学习，值得学习。螺丝钉精神。我觉得时代不一样了，我们可以用年轻人的一些教育孩子的方法和方式去跟他们沟通，贴近老百姓的生活，想办法让大家，让每一个人都开心，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和宗旨。本节目由料食彩珍的纯真独家冠名播出，有跳跳糖的馋酸奶好吃到跳起来。本节目由宠胖胖 APP 联合赞助播出，宠咬扎堆就在宠胖胖 APP。 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赞助播出。嘿，朋友，还记得夏洛吗？自夏洛梦醒之后，转眼间匆匆10年过去了，
三年二班的同学们都已经各自成家生儿育女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为家庭奔波忙碌的他们与家人们的隔阂越来越多，互相的不理解逐渐成为了生活的主旋律。终于，疲惫的梦境彻底席卷了他们所有人，而这一次，他们将面临永远不会醒来的危机。等我，冬梅，夏洛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？这是哪儿？这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什么情况？这是我家呀。什么情况？咱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不知道啊。宝宝，这是哪儿？我们在哪儿？家里。这不像啊，我们不是被绑架了吧？是不是很惊讶为什么来到这里？但是已经没有你们思考的时间了，你们现在最先要做的就是找到离开宿舍的密码，赶快想办法出来，我会在外面等你们。这有个密码锁，是不是要找个密码才能出去啊？你开了吗？万一直接就是这密码。开不开啊？找找吧，找找线索，找找，找找线索，快点找啊，要不然出不去了。就咱俩一组呗，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呀。那咱这组也太强了，太强，这他们还玩得了？那咱们睡吧，等就得等一天。先找找线索吧，看看有没有。这怎么还打不开呀、啊？这玩意儿，哎，就个数学题。根儿吗？根儿，你来做数学题。风扇是三个叶子，飞镖，二十不对，这应该是个位数对吧？对呀、啊。三个数。对呀、啊。我觉得这屋子里三的元素特别多。三是吧？三个三？不是。你试试吧。三个三不是是吧？不是，三个五也不是。他不可能那么简单吧？我看看我的生日是不是？也不是。这儿有这个文字，向日葵，是我们之间爱情的象征。夏洛也曾经答应我会送我满屋子的向日葵。我想向日葵对于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是五朵向日葵，那是不是就是五、啊？跟五是不是有关系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五。这个手机试试吧。你唱的？我不知道啊，这像印度歌啊。不是。哎，思思，这有这个，快来和我做广播体操，这是个任务。你先完整做，是不是把这个全做了，咱俩就出去了呀？还是把这个看完了，咱俩就有密码了？那咱俩快进吧。哦，找个。磕多少？广播体操跟密码有啥？请问这是第几套广播体操？再听一下。你有第一套宇宙究极广播体操。他说啥呀？青春在召唤。第一套究极广播体操。然后呢？那就证明是一呗，至少有一个数字是一。我来找新的线索。这是吗？不是。不是。不是。一经典的范围线索没有吗？就纯纯这么找呗。哎，这儿有一个密码箱，哎，这是四个星星，代表四位，四位数的密码。这海报有关系。哎哎，左上下左啊！啊！放我们出去！哎，我们完事儿了啊！我们完事儿啊！
都出来了，从外面把我们门踹开。我不走了，真能嘚瑟。这种解答的问题是难不住我们的人民教师的。这有星星，这有仨星，这有俩星，那有没有一个星呢？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，哥。嗯，这俩星星。一可能是第一个，二是第二个，三是第三个。我们现在找那第一个星呀。那这第三个的数字是什么意思？不是那个贴的是那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觉得给个琴，这上面还有个点儿。不是，这就是简谱那个音嘛。西七。三就是那就是七，是七，那这个二是什么啊？对对，你看这个里是什么？哎哎哎哎哎，这不会让我们数出全的是吧？啊，刚才有个闪了个五，你看见了吗？现在就第一个点儿找不到哈。先不，我一个一个试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你先试着，我这找着。哎，开了开了开了，我。哎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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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这么牛吗？走啊！走起走起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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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就这么 easy 吗？太简单了。你们出来的挺早啊。对呀、啊、，very easy。是不是想出到这个大门外面啊？啊，是吧？是翻过去还是钻过去？哦，这大门有个锁、哦，你们得从我这拿到密码才能出去。你们每组人将有一位数的密码，五组人结合到一起就是开启这个大锁的密码。这就是你们的任务。每一步只能挪一个棋子，不能让大的套在小的上面。这样可以、哎、是吧？对，可以的。嗯，这个手机歌放这儿不可能白放这儿，那就那一首吗？你听听所有的，再听一首吧，这个。来个小橘子吧。我不吃。哦，是不是这首歌啊？嗯。想看你笑。他做了变音了吧？嗯，上一秒，下一秒，一双眼，一颗心，一次就好，全是一，你看。嗯，我觉得一和三，我觉得暂时用哈。嗯，五三一呢？但是我不知道顺序啊。我试试啊。不是一三五五三一，哥你来薅一下啊。我看还有啥猫腻没啊？我看还有啥猫腻没啊？猫腻。哥，你别光吃，你找找呗。我一个月没耽误。没耽误你，你光动脑了。日记本，哎，你看，必然有线索。夏洛，肯定，嗯。你还记得在梦境中成为明星后唱过几首歌吗？那这必须是提示的。对，你唱过几首啊？啊。你翻唱周杰伦那个《双截棍》是不是？唱过哈，双截棍。那英那个翻唱了吧？那英那我翻唱了吗？相约酒吧吗？啊，相约酒吧。哒哒哒哒哒哒隆拜，嘟噜嘟噜嘟哒哒哒，三个，又是三。你看你不说不是翻的事吗？不是，你这瞎翻，你咋像我似的，一翻就翻着？是我把其他地方都翻了，你可不就翻着了吗？不对，不对。再看看，是不是还是有提示啊？你再看翻译后面有没有啥呀？嗯，哎呦，歌单儿，你唱了这么多首歌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哎呀妈呀，咱俩上哪猜去啊？八，那肯定是八幺。八八八八八八，我看看啊。哎，这怎么扒拉不动了，哥？思思，这有这个新的。这有一个新的提示，零二三四五零一几，什么意思？零哦，不行，这数学太难了，思思，我真算不来。思思，你能把这解开吗？嗯，我看看这个，7113是零，8154是二，6605是三，3832是四。我来找新的线索。
这有什么规律呢？热烈庆祝王承思同学在国庆节获得省级作文大赛一等奖。十月几号？在国庆节获得，那不就十月一号吗？哎，你可以啊！国庆节几天假期啊？七天呢？七天哪天？你看，说的是国庆节，那就是一，一一。我刚才已经试了三个一，没对，所以你把这个解出来。这咋算呢？七幺幺三等于零，它怎么等于零？你加减乘除，你给我乘一下。哎，这个眼睛啊，跟那个时钟有关，你发现了吗？九，十二，十二，六，六，九，九十二六九，试试，十二六九，十二也不对啊，十二是零，九零，开了，我这九零六九二十四小时。哦哦哦，这样，这是一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激光笔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它照我一般在哪儿照啊？墙上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这这这，要是多能理解我一点就好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要是多能理解我一点就好。他说的是你要能多能理解我一点就好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理解不了你，我更理解不了你。这这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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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找着了！哎呦哎呦呦呦，二幺四，嘿嘿。出发！找着了，我出来了。我他们又出去一下，又出来了一个，完了又出去一组。谁出去了？海银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海银，海银那脑子出不去。咱要是比海银出去再慢，那不就证明了？你怎么打的？你怎么打的？我不知道。快走！快快快快快！这怎么下？救哥哥出去！救我们！第三个橘子扒完之前必然开开。你还吃呢？不是，这确实不错。哎，五八幺，第一个猜的五是对的。对吧？对的，耶！当当，我们出来啦！棒棒棒棒棒棒棒！哎，咱俩得出去吧？咱是最后一个吗？不可能！咱俩真的跟个傻子似的，我操！我们也出来了！我们也出来了！哎，合作起来很聪明。聪明，你聪明，你发现没有？你就动嘴儿就行，动嘴儿和动脑。你们的任务在那个草坪上，我丢失点东西，你们帮我找一下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张阿姨领任务，张阿姨领任务。我们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能都能干嘛？哎呀！哎呀，刚才丽姐出来了，我们不是最后吧？不是不是，还有一组，还有一组，还有一组，轮儿。你看，就他俩呀。Hello， 老师。我好像做了很多没有用的部署。OK OK， 我们完成了。Oh my gosh！ Oh my gosh！ 你们的密码。先拿到了，不会有什么奖励吗？我没啥奖励，而且连座都没有。来，让开。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帮忙吗？我们俩的步数必须凑够五千。五千，要不你跑我跑三千啊，田老师。哎，你这么跑，你这么跑。哦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。那要是这么跑，咱俩为啥跑呢？你在干嘛？躺会儿吧。简单就说是你比划我猜，来，计时开始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吃，写能吃。三个字，现在网络上特别流行的一个词。嗯、
长没吃。长命百岁。第一个字是第一个字，打打打锤，吃吃，第一个字吃。牛妹儿，牛妹儿，游泳，有打牛牛，有打牛牛，有打。一，难受，吐。这表演的太差劲了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不是，他那个词儿啊，全是特别特别网络的那种。我来猜，你来比划吧。行，换一个位置，换个位置，好吧。准备啊，计时开始。俩字儿，盲人，盲盒，漂亮。看我这表演，看看我这表演，快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手滑，手背，漂亮，加油，还有一道题啊，俩字儿，奶，哎哎，奶酪，奶瓶，奶奶，奶酸奶，还有三十秒，奶香，奶甜，奶茶。哎哎，奶茶，奶茶，啊，漂亮！完成任务。奶茶是什么？奶茶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谁的任务啊？这还有一组没出来是吗？对，长眼跟艾伦没出来。两分钟摘十个。我找到了两个。上树需要好吃的东西。上树需要纯真馋酸奶，好吃到跳起来的酸奶零食。哇！你吃我你，然后你帮我算这个跳跳糖，两分钟就是摘十个。哇，这小料包挺丰富，对吧？然后上树需要两分钟。我天哪，这跳糖一直在嘴里噼里啪啦的乱跳，有人不尝尝？你会后悔的。这是一个流程。哎呀，算错了轮儿。他让我算能摘多少个，然后我一直算的是他上树下树一共需要几分钟，这不用算吗？就是十五分钟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到了，五千了，我们只要达到五千就可以。停，停，往你的左，左，我的左。停停，人别动，左手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停，摸着了吗？啊，真是的。是。我嗓子哑了。哎，但是啊，但是这是我的右手。哦。有一组还没下来。所以你们要不要去帮帮忙？我们在这儿坐着还行。哟，妈，救命！救命！他俩是不是睡着了？还有三十秒。奶香，奶甜，奶茶。你是一只猴，你是一只猴，你才是猴。等会儿你算一下。快快快，时间有限。往前。哎呦，我都冒汗了。你快点，你！不要着急，休息，休息一会儿。猴子去树上摘草莓，一分钟摘五个。哎，罗儿，草莓是长树上的。草，我知道了。草莓是不是不是长树上的呀？这俩傻子，咱俩真的跟个傻子似的。我发现，那就是零是吗？啊，那是零。答案到底是几磅？你将听到以下内容：
么奈九吧。这里这里有字，有跳跳糖四个字儿。这是几个字？馋酸奶。四加三七个字，你看九零七对不对？哎呀！哎呀！下来了！哎呦！要不他们是打春呢？我出来了。还拿了不少东西，你不是把门踹开了吧？我刚才在里边喊了半天，帮我们找个开锁的，为什么就没人搭理我？听不着，怎么还拿着辣酱？中午想吃。恭喜你们，他们所有人都已经拿到任务和密码了，现在只剩你们这一组了，来接受任务。来吧，一块儿来。这是铁背。哎呦呦呦呦！超过5.5就不行啊！十斤！恭喜你们拿到最后一个密码！哎，谢谢姐姐。刚那个第一个是51，13752，725啊，13725，25。你们已经成功逃离宿舍，欢迎来到不理解培训中心。你们其实都是被送到这里来的，想出去的话就需要在这里努力拿到线索，解开谜题，请努力成为最先离开的一组。此刻3年2班的孙顾问正在教室里，孙顾问，他有你们需要的线索。还有我们需要的，孙顾问还是苏顾问？苏是孙的都行。三年二班箭头在这儿呢。起步，走！一，二，向右转。是上楼吗？上楼。三年二班。嘟嘟嘟嘟，滴答啦答滴。姐，走，你先走吧，我万一有雷呢。万一有雷呢？快进来。您好。您好。哎呀，我们的顾问，孙顾问。来，快点坐啊。不是，他这是个零，肯定是抢答。哦，抢答题，咱离中间最近。最近，咱离那个最近。但是咱前提是得会呀。好，不说话了，咱们一会儿进入一个随堂小考的一个环节，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回答问题，因为这将会记入到你们的平时的成绩里。哦。本轮考试规则。我们根据现在年轻人的相处方式，破译了一些他们常用的社交用语。我们现在做一个考前的热身，看看大家对孩子的了解程度到底有多少。答对一题加10分，答错一题扣5分，总分最高的两个队将获得线索。答错还得扣分呢？对，答错得扣分。那没分咋扣？没分是负数，从零往下扣。所以说别着急抢啊。咱们现在前面这有一个抢答器，在我喊到321，大家再抢啊！鹏哥，放心。咱们来进入第一道题啊！别说出来啊！U-E-S-E， 准备3、2。一，开始抢答。有提示吗？没有提示。我们中年人都多大了？你这净整点这。U 是不是个感叹词 ？U， 那都是感叹词。一，U， 一。
咦，优有可能，我觉得优应该99%是你的意思。对，你一个谁一个呢？一个谁？那你去答去呗。这个应该是孔融让梨的那个英文版。就家里有俩孩子，二孩嘛，完你一个，你妹妹一个，还必须是sister一个，必须是妹妹，有一个是一个。来，夏洛答一下，扣五分，先扣五分。我不抢，我不去抢。是讲孩子吗？有一个。好，去，我们先来五分，我们先来五分助助兴。有一说一，哎，加十分。哎呦，有一说一，你蒙出来的，他又蒙出来的。这个应该是孔融让梨的那个英文版。完，你一个，你妹妹一个。好，来看第二题。CU 醋溜、啊、别熬夜了，一熬夜就容易猝死。那不是 ICU 吗？哥，三二一，开始抢答。来五分，直接去吧。好，大汉同学， CU 是不是那个意思啊？就是那个再见的意思，明天见什么的啊。CU 啊，好，大汉同学加十分。我天，厉害！我天，这都能出？哎呀，哎，你们是不是投题了？哎，肯定的。没有哥，都在脑子里。Y勾勾 C，YGGC， 再拆，你那有一说一都能说出来。这是什么？一勾勾查。一斤斤吃，一斤斤。好，有没有回答的？倒计时五个数啊！有提示吗？有首诗里边提到了，有首诗，跟荔枝有关的。荔枝，那还是一斤斤吃、啊，那就是一斤斤吃。吃多上火，一斤斤吃。来，我提示一句啊，最后一句是无人知是荔枝来，上一句是什么？谁来？什么来？你想想押韵的吧。什么还？什么癌？什么财？应该是财，财财。一斤斤吃很破财。哎呀，无人知是荔枝来，准了哥，来吧，来，就这个了，来吧。你这答意思？你可别了，答完了就五分没了。好，公布正确答案，一骑绝尘。哎呦。这个绝对达不到，这个不会。一骑绝尘，这有一说一，不是孩子说的话呀。哥，关键艾伦还在想有一说一的事儿。哥，你不是说靠你吗？来看下一个 ，B D G W。B D G， 这像是个排号呢。B D G W， 别打架，别打架吧。不动，不。不动，不带。哎，调一调那个发音的音调。不懂，不懂就问，不懂就问。腾哥，腾哥，旧伤复发了。好，下楼冬梅加十分。好，来一个送分题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啊，哥哥姐姐们，我推我一把，推我一把，到了，手背后边叫三
二一。谢谢。冬梅同学加十分。这俩大学生你说这是。下一个也是送分题。哎呦呀，又送分了哥，你上吧。我的天哪，哒哒哒哒。等等等等，这是熄灯号啊，打的滴打的，懂的都懂。哎，加十分。哇，你太牛了，网络达人。哎呀，30分了，放弃了。来一个难一点的啊，来。我知道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准备啊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哥哥，哎呀，遗憾遗憾。说 husband 什么玩意儿啊？husband 什么玩意儿？咱都没分啊。对了，海英海宝扣五分。好的。哎呀，和谁吧。嗯，和谁？是这个吗？不是喝酒吧？不是和谁？火烧爆肚。红烧爆肚。大春，大春睡着了。我要琢磨有一说一呢吗？这种题对大顺来说太难了，太难了这。嗯，来，我来提示一个，第一个是胡，胡，哦呦，哦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好，准备啊，三，二，一，你，哎，哎，胡说八道，哎，回去吧，蒙特，就是这个，他第一个胡嘛。这时候你应该直接摁住他，你看你应该摁完了，我摁完了你直接说就行。来，咱们再来一道啊，请回答出下列表情包的含义是。表情包是啥意思？表情包啥意思？什么？没太明白。是词儿吗？记得那个圆圆的那个头像吧，中间裂开那个。哎，对。哦，这不就是我裂开了吗？来，准备啊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干什么？怎么了？干什么你？我跟你聊。你上啊。我不知道啊，我拦着他，你咋不上呢？我不知道是哪儿啊。我想摁不摁。蒙特，你想好了吗？你想好了吗？你再摁吧，远。哼，我合上了，我合上了。扣五分，快扣五分！我能赢回来，你放心吗？你能不能公布一下这个的答案？反正我们要不抢，我们大概知道啥意思。是，我想开了。哦，我想开了，开了。大家按照这种思路做后边的题啊。哎，我合上了，这是我合上了，哥，去，这肯定是我合上了，去吧，我合上了。我想静静。哎，对。有意思是有点啊，听我说，意思有点接近，但是也不对，扣五分。啊！不是我们这个都，哎呦。就是这种状态是不想跟人交流。我自闭了，加回来吧。自闭了，我们终于变成了零分，不好意思了，哥哥们。好，来下一题。真是斑马的脑袋。非黑即白。哦，前两个字是一个叠词。好，想一想。鼓鼓的本儿了。
哎，头头是道，加十分。鞭炮两头点，嗯，自取灭亡。鞭炮点了以后会怎么样？响，哎，响响。咱俩先商量商量，你现在都是分是大家的，听清了，响一起了。OK， 加十分。含苞待放。哎呀，完了，格局大点儿啊，扣五分。真的吗？加十分，加十分。哇！哎呀，没戴眼镜。这怎么是格局大了呢？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这个是格局小，这是格局大。哦，网络达人，你话有点多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哎，咱抢不抢？咱已经第一了。哦，哥，你来说，格局小了吗？不是格局小了吗？加十分啊，就加十分了，那就不好意思了，各位啊。嗯。还好。哎，咱争第二名。好的，接下来呢是听力题。听力题，下面呢我要倒放歌曲，大家抢铃来猜猜这首歌到底是什么，请听题。咱们屯里的人，加十分。呀，漂亮，怎么听出来的呢？我怎么就没听出来？是里面有锣鼓点，哒啦哒啦滴，哒啦哒。咱们来听下一道。来吧。雪花飘飘。意见没？加十分儿。啊，这都是夏洛里的音乐是吧？对，都是电影原声。以后你不要再打电话了，我怕夏洛误会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是不是离得远呀？太远了，我们坐得太远。好，来再听下一首。什么名？啊，就是你俩最后那段是吧？你说。你在你在你在的看见我不回头。歌名姐。歌名。特别是唱 KTV 呢，是不是就叫夏洛特烦恼啊？好像就叫夏洛特烦恼。对，是。他们说是，肯定不是。没事，姐，够扣的，你四十分呢，姐。好，准备啊，五、四，这是夏洛特烦恼。夏洛特烦恼。三、二，谁说谁放？谁说谁放？夏洛特烦恼。都没加十分，真的是。哎呦，姑娘，你叫瑶瑶吧？遥遥领先呀！像不像刚才出的题？我以为黄才伦来了。来啊，咱们现在有一个
大送分的环节。哦，大送分、啊、大送分的环节。下面呢，我将说出歌手的名字，大家需要异口同声的唱出同一首歌的同一小节，每组轮流进行，唱对一道加十分，唱错一道依旧扣五分。那完了，咱俩记词最差了。其实还是比默契度呗，是吧？对，那咱俩稳赢你吧。打个样给你们，来来，成龙，三二一。在我心中毫无情。你这不叫打个样，你这叫打个脸。来，第二组，小王老师和大汉任贤齐。妈，怎么还叫妈呢？哎呀，是不是这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可以吗？好，谢谢谢谢，帮大家回忆，谢谢。减五分，扣五分。先把嘴捂上，按 B box 走，他们就不知道咱们唱的是什么。朴树，三二一。哒哒滴哒哒滴哒哒。吹个小号就坐下来，哒哒滴哒哒。哎，弟弟妹妹给你们来一下吧。杨钰莹。哎呦。三二一。让我轻轻的轻轻的抚你。他们这算歌伴舞，这不行，这不是合唱。哎，海宝扣五分。这个不是送分题啊，这是我们送分题啊，这是。搁底下都会唱，一站起来都不会了。真是空一片空白。来，请听题。腾格尔，三。二一，蓝蓝的天空，洁白的羊群，啊耶！好，加十分。蓝蓝的草原，那那是我的家。啊呀耶！我爱你。这得憋成啥样？不加三十分，我们都不唱完啊！腾哥，你唱的是那个病字旁那个腾哥，看着是真。他说的是腾哥呀。关晓彤，你叉叉，这不代表我叉叉。你叉叉。凤凰传奇，是谁在唱歌？恭喜瑶瑶姐和瑶瑶哥。哎呀，零分，恭喜，哎呀，不错，得零分了，零分，勿忘初心嘛。好，来，有请第一名的同学上来拿你们的线索。两个是吧？对，两个，不要让别人看到。OK， 今天的考试内容呢就到这儿，很多呢都是我们这代人不太熟悉的事物。那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碰到？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呢、小孩啊，他们都知道，但是自己不知道的事呢？就代沟问题。小孩都是上学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些他们的语言，跟老人呢就尽量少说这种，网络流行语啊这种啊什么的，就他们会觉得他们有这个被时代淘汰了。
或者老年人呢，也可以经常上网，去尝试着跟年轻人交流、沟通沟通。嗯嗯，对，其实就是这个，就是沟通，沟通障碍，扫平沟通障碍管道。嗯。好的，今天咱们的小考就到这儿了啊，下课。顾问再见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咱们去艺术楼啊，走着。剁手社团这儿。嗯。哎呦，姐夫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哎，姐姐，是我呀！久等久等啊！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对拍卖这个事儿颇有心得，所以就在这里做拍卖。这个是大锁，我的拍卖助手。一会儿呢，我将给各位拍卖这十样物品。先拍卖到两件物品，就可以离开这个社团，还可以从我这里再得到关键的线索。拍卖物啊，不是以货币作为我们的拍卖筹码，而是以我提出的要求，比如说我拍掌20下。作为起拍，拿起自己手里的拍卖卡，举起来叫价就可以了。比如说你叫我45下，你得真拍45下啊。如果你的叫价自己做不到，就要在这个脚丫板上跳10个绳。哦，哎呀，我天，非常疼啊！咱们话不多说啊，先开始第一件物品的拍卖。一个非常精美的手表啊，起拍价是劈叉。两脚之间的距离，10厘米开始起拍，请可以出价。这不就10厘米？不是跳舞，我能直接到1米吗？可以，1米二，122。来，我一把叫死得了，叫死。123。那个可叫不死，123一次，125，130，这跟我没法争，个儿在这摆着。对啊，看来腿长。1米5，1米5一次，哎，姐夫拼了啊！哎呦，1米5可挺长了，1米51，1米6，1米62，1米62。你看我这不把他叫到1米62了吗？你，完了，1米62，1米63，1米65，1米66，1米66一次，他们要干嘛？标上了啊，标上了。不，你他太坏了，你也一个叫，你指甲盖还不比他长吗？比他多1厘米，1米67一次。1米7，1米7。1米7一次。好，让他来，让他来，让他来1米7。能劈这么长吗？1米7两次了。大汉叫的1米7，我不信啊。你就让他来吧。来，成交。是从脚尖到脚尖是吗？脚跟脚跟脚跟到脚跟。哎呀哎呀哎呀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脚跟到脚跟啊，170。哎呀，过了，这都19了，1米9了。漂亮，大汉，来，好，起来吧。哎呦，你瞅瞅，哎呀，这都能到1米9呢。哦，他会劈叉。他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他跳舞跳得特别好。是因为跳舞招上来的戏剧系，你看。对，恭喜我们的小王老师和大汉组啊，拿到了第一个手表，恭喜恭喜。他们已经拿到一个了啊，再拿到一个就先离开了。接下来我们几个队就得有战术了啊，就是死都不能让他拿走第二个。对，行，哎，好，咱们得联盟了啊。行，来拿出我们的第二件拍卖物，一个脏脏爆浆包。非常好吃。拍卖的条件是公主抱我们的300斤大锁。造孽。 Nope， 哥结盟了，咱们靠你了，哥。最低的叫价是1秒钟。好，请开始叫价。1秒一次。就没有人敢尝试，没有人了。1秒钟2次，上啊！你健身健那么长时间，
我去抱不起来，不可能抱起来，拼一下子，远远两秒，你拉倒吧，你拉倒吧，两秒啊，爷们儿，我抱不起来，我得跳绳去。你举不起来，我跳，行不行？我绝对抱不起来，两秒，两秒，行行，两秒，两秒，三秒吗？三秒，长点四秒，长点四秒，我一秒我都举不起来啊，长点四秒，成交，来吧，四秒钟。哎呀，不行，都不查就落锤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来，你抽我这条腿，来，对，四秒行吗？四秒。等会儿，先悠着，哎，走，来，抬头。一、二。天哪，我这么看也不沉呢，我觉得我都能抱动它。哎，这跟我这一身的那什么有关系的。来，赶紧，谢谢。咱们进行第三届物品的拍卖，一个非常实用的洗澡椅，它的拍卖筹码是干瞪眼儿，三秒起瞪啊。王老师的眼睛瞪得有点吓人呢。二十秒，哎呦，哎呦呦呦！小王老师直接叫价到二十秒了啊！一分钟，不是你们知道马睡觉从来就不闭眼睛，那马和马力是有区别的，这是马力，这不是马。我来瞪，我要瞪不完，瞪不过我就瞪不了了。他还能压，还能压板。他来跳，他还能跳。他不但能瞪眼，还能压板。行行行，一分钟一次啊，一分钟，一分钟啊，一分零一秒，哎哥，一分零二秒，哎呀呵，这比睁眼睛睡觉吗？这一分零二秒一次啊，往上整，拍卖会这得起来，这对，啪啪纸牌，一分半，啊呼呼，哇，来吧来吧来吧，来一分半两次，这是肯定会就跳绳的。好像真的，真的，成交！哎呀，王琦起呀、啊！来吧，来吧，起呀、啊！腾哥，起呀、啊！这我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十秒都瞪不了。你们自己不是还能互相起呢？来吧，我输了你跳，指压板。行，咱俩瞪啊。那你选择，你选择。不是，这你跟王老师演。对，我跟王老师吧。那我还瞪过他了呢。谁瞪过谁的算谁赢。来，来。王老师请坐，如果你俩都没坚持到一分半算我们赢，对吧？因为我们这权利是让给你，对吧？没毛病吧？没毛病啊。先闭着眼，但是你也得瞪到一分半，你过不了一分半你也不能算赢，对不对？你先瞪，你先瞪吧。来，准备好，预备，开始。